香港柔进太极拳严艺瑟、严廖严凤女士、樊丽英女士带着一片真情来到这里，给我市60名下肢重度残疾人送来了温暖。我们将在这里举行一个简单而隆重的轮椅捐赠仪式。接受尊敬的各位领导、残疾朋友们，上午大家好。今日咧，我好高兴咧，能够出席香港柔靖太极拳艺喺桂平捐赠轮椅仪式。我受接受轮椅捐赠的60名残疾人的委托，在这里宣读写给香港柔靖太极拳演艺社的一封感谢信。我们是广西桂平市60名受捐赠轮椅的贫困重度下肢残疾人，却全系大陆残疾同胞义务的成员。我们将终身难忘，坐上我们的捐赠的掌声轮椅，能走出家门，能够阳光享受生活。渐渐你成长，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初恋？关爱残疾人是社会文明进步。爱的力量和你一样。哎，大家统一鼓鼓掌哈！好，快点。现在最需要的是想念，想念。